好，接着看到土城三峡立委候选李静颖推出压箱宝，两位超强母鸡鸿海创办郭台铭，还有台北市长柯文哲联手拍广告推荐。我得到他们两位的认可与推荐。选战倒数关键时刻，土城三峡区立委候选人李静颖推出全新竞选广告，找来台北市长柯文哲跟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大力加持。我相信你可以做得很好，如果你做得不好，我就罢免你。我们能不能推倒蓝绿的高墙，就看李静颖是改变台湾的关键一战。我是他们实质上唯一一个真的是两个人完全力挺，两位超强母鸡加持李静颖，让他的知名度短短两个月内迅速飙升，市场扫街，民众都抢着握手，声量更是远胜蓝绿对手。经过两个月的努力，说真的，在双母鸡的加持下，我窜升得非常的快。那其实当地的地方人士都形容我像一只黑马一样。不管在支持度，不管在能见度，还有在勤劳度方面，除了郭柯联手推荐外，电视广告也找来年轻人一起合拍。因为郭台铭跟柯文哲深受年轻人支持，如何转化为李静颖选票，成为胜出的关键。最后就是以陆战，就是让在大街小巷口，在每个菜市场口，都让选民还是看到我。那在空战方面，我刚刚也说了，就是广告、广播电视媒、公车媒体等。除了大咖加持外，李静颖也相当努力，勤跑基层，期盼为第三势力攻下这一席。记者宋报道。追随着李静颖。